就是大概四年前，就是2006的四月的某个晚上，因为我们家睡前习惯会玩祷，然后自己也会祷告，就开始下雨。那雨就打在我们家的那个屋檐，因为我房间后面是屋檐，那其实很大声，哒哒哒。但其实我不是那么喜欢下雨天，因为只要下雨，我的状况就很不好，不管是我的精神状况，或是我的身体。可是那一天在这个雨滴打的时候，我就有很多的灵感。那我就觉得说，其实阳光一天给这个世界，我想应该至少是23兆美金的经济效益。那可是如果没有雨水的话，那光有阳光会带来很多的旱灾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其实神虽然让这个雨落下，造成我的一些不太舒服，但是其实雨滴也是神给人的许多的慈爱，因为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，那神也是给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水可以饮用，所以我想神对于我的慈爱，那我就用一个音乐算是来回应他。所以这是你的创作。